哎呀，我是受宠若惊啊！啊，来来，我们就来品尝一下非常地道的广东虾饺。哇，真的很豪爽啊！梁老师一口咬下去，你还有这个气息可以说话吗？虾饺它里面有两只完整的虾，然后在你的嘴巴里面。真的在做美食节目呀，梁老师。脆口的，然后你会觉得很满足的，好好吃哦。我以为就是艾拉老师有女子力，没想到 Lisa 也是一口咬进去耶。Good, enjoy. Yes, really good. Yeah, 坤坤呢？坤坤觉得怎么样？我还没吃完，你让我吃一会儿。然后虾饺就是要一口吞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不用嚼了吗？一定要一口。应该没有人吃，就是吃半口的吧，对不对？会很不满足啊。是。他这么设计就是要一口直接吃。是啊。好，我们这个肠粉吧，我觉得这个叉叉烧稍微有点大，我们待会儿再吃。这个肠粉非常非常有这个广东特色，而且中间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里面包了那个油条。哦。这个非常的精华。哎，这个肠粉啊，让我以为它是甘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的颜色。造型上很有想象力啊。那我们就请那个。Yeah, yeah, we talk about that. 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来坤坤吧，相当有艺术风度吧。这个是紫米虾肠粉。哦，紫米，难怪。紫米，对对对，所以那个弄出来的是紫色的颜色。啊哈，因为我们也是根据 Lisa 的口味，因为她是泰国人嘛，所以虾呢也是可以吃的啊。好，来。